创丽颖今年将错过金鹰女神关晓彤、郑爽、迪丽热巴角逐最后冠军，一年一度的金鹰女神节又要开始了。每一年湖南台都会评出一个女星作为金鹰女神，在往年的时候，刘亦菲、刘诗诗、唐嫣都曾经获得过这一个奖项，而他们获得这一个奖项也是靠他们每一年拍电视剧的业绩来衡量的。据说今年的金鹰女神即将从关晓彤、迪丽热巴还有郑爽三个人之中选出一位，大家觉得谁才是实至名归的那一个呢？先来说一说郑爽吧。郑爽在之前热度一直非常高，因为她自带热搜体质，不管是干什么都会上一上微博的热搜。记得在之前的时候，她还在《这就是铁甲》上面因为发飙而被网友们热议，前一段时间又和胡彦斌传出了复合的消息，结果没过了几天又传出了她有了新恋情的绯闻。虽然这些事情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但是郑爽她在工作上面的成绩还是非常好的，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非常优秀的影视作品，而且她真是越长越漂亮，演技也十分在线，很多人都十分喜欢郑爽这样一个耿直的人，在娱乐圈可以说是出淤泥而不染了吧。再说一说迪丽热巴，之前因为参演《古剑奇谭》而走进人们的视线，后来又出演了《克拉恋人》，在《克拉恋人》中她饰演了高文这样一个角色，也让人们深深地记住了迪丽热巴这样一个演员。后来她还参演了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在里面饰演凤九小殿下，所以人们对迪丽热巴的喜爱程度越来越高，不仅是因为她的颜值非常在线，而且她的人也非常亲善的，很多粉丝都十分喜欢她。最后一位就是关晓彤了。关晓彤因为和鹿晗谈恋爱，所以招了不少的黑。其实关晓彤她最近的演技还是有所提高的，而且她作为一个童星，在演技上面的经验很足，最近也出了不少的电视剧，比如说《凤求凰》还有《甜蜜暴击》等等。小编觉得关晓彤还是一个比较努力的女孩子，因为她的起点比较高，所以大家对她的期望普遍就比较高，她也一直在努力地去迎合大家对她的希望。有的人说赵丽颖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选，但是赵丽颖在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得过一届金鹰女神了，这一次估计应该是亚军或者世纪军，因为赵丽颖她这几年也是出演了不少很优秀的电视剧，比如说《楚乔传》还有《八千骨》。而且赵丽颖她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，虽然出生于农村，但是却依靠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的，小编是很佩服她的。图片来源网络。